这块地啊，大体上是这样的啊。全山呢，一共有9.3公顷，我们就想利用运用师傅四环当中的自然环保，有没有做一个生态的保育区？有些路段呢、啊、不好走，我们用花岗岩，就一块花岗岩的石板呢、啊，差不多要35公斤，全长啊要铺535块。不看我们人，因为我规定机械臂的进来。 这样做，我们曾经选曾校长哈，他当初在规划这个园区的时候，就想说，哎，这边哈，哎，有两边有种那个茶树，那我们就把它移植往这个形成一个茶产古道哈，那我们就是走茶产古道。 慢慢的，不急，小心哦。我们的学生会在这，然后有一个就是小地方，让我们休息一下。我们在12:55刚好要来进行下午的活动。是，很冷，而且它走路是内八。 你如果看到它的话，你要摸它就缩起来，就一个球，就在一个跟月亮一样，它好像缩卷起来，就像一个螺一样，哦，但是它很善良，所以它每一年应该会吃到700万只的蚂蚁跟蚂蚁，哦、对，700万只左右，哦，所以它穿山甲它本身。 对，那你旁边你就可以画线条，好，这样子好，它得一定呢，可以画这样，底下的，好，可以吗？画点好就好，我用红线，可以吗？咖啡豆有大小各分级，那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分级？还有重的高度，海拔高度来分级。 海拔越高，咖啡的密度越扎实嘛，好、哦，所以咖啡的风味层次会越好，就像什么，就像我们吃那个高丽菜一样。嗯，我如果要去接受，这边哈，这个得一点一点五啊，对吧？哈，没错，没错，真是的。 在家会自己做吗？我都是冰开，都会回冰冻啊，我觉得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发一张分享卡给你们，你们该下去，哦，寄给你，就是秀林菩萨。我吼，我今日吼去迄法鼓山三支户外教室，哦，我去遐做迄健身，很好，我做。